看向私聊老师即可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，鼻子上半部分为极恶宫，下半部分为财帛宫，而在极恶宫的位置处长有恶痣，则一般拥有这样志向的女人，体质不佳，中年时易出现很多病灾，因此也被列为克夫痣，会因为疾病的问题而造成金钱方面的损耗，给丈夫的生活带来困境。所以在此处长有恶痣的女人，一定要多锻炼自己的身体，不可过于消耗，否则连累的是自己的家人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